大家好，欢迎来到维修佬技术世界。作为已经服务于全球几百万维修师的维修佬品牌，是行业唯一技术主题品牌，集全球百万维修师的实践与经验，开发出优质的产品，成为全球维修大师的御用品牌。维修佬全球技术中心一直致力于开发对维修师更实用高效的维修工具，同时具备简单易用的交互体验。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款维修新产品，维修佬助手，它将使你提高维修效率，同时提升维修技术，让维修变得更加简单。维修佬助手提供 iPhone 全套中英文资料，从软件功能界面、注释图、维修案例、维修手册，满足不同国家维修师的需求。从不开机故障、显示故障、触摸故障、充电故障、相机面容故障等等，只为维修师有更多资料可以学习借鉴。维修手册提供更全面的维修思路、步骤、测试点的组织与电压，让维修变得更加简单高效。无论是点位图、二极体组织、注释图、电路图、原理图、错误代码，维修资料应有尽有，持续更新。同时可以打开多个图纸窗口，轻松切换，辅助你维修不同的手机。在点位图界面，空白处双击实现跟原理图双开；在维修案例界面和维修手册界面，双击元件编号都可以实现跟点位图双开，方便快捷。右键选择组织电压编辑，选择编辑的元件单击，输入组织与电压之后点击确定，右键选择退出编辑模式，再次点击元件可以查看到添加的数据，让您宝贵的资料不再无处保存。简约的版面设计，合理的资料分类，快捷的操作方式，搜索功能、教学笔功能、主板编辑功能，维修佬助手会持续更新更多更实用的功能与维修资料，这些仅仅只是开始。